关叫桂林的。桂林哦，桂林是跟基隆相对的。现在住在这里，然后一百多年，从大陆过来就住这里了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。啊，但是前几天那个鱼哦，简直是用倒的，什么工作机器啦，又新的啦，跟邻居啦，还有什么都流到大海去了。现在也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说就麻烦你们在这里放回，赶快把这个复原一下，没有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就是接力把那泥拿出来，移到那边。我们现在的整个任务是怎么样？它的身材工具，那我们先帮它搬出去，然后呢，有用的放一边，那没有用的放一边。在这个灾区里面，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大家是同心协力，然后一半接一半，然后赶快把这些伤害降到最低，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感恩你，感谢，师姐，真的啦，你看我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有多大了？那个哦，现在都心情都乱糟糟的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你看那个都是有个新的东西。是的，心里都在滴血。欢迎大家进行做外干事。是安怎？安怎讲？心怀感觉非常感谢啦。啊，你要这样做外，这么这么脏乱，咱们看这么卖力，真的。谢谢啦。